好，在公布票数之前，我想说，票数很接近。真的假的？票数是53票和57票，有3位弃票，以4票之差获得胜利的队伍是必然装置战队。恭喜周星素、孙维军以及小 P 晋级全国20强。没关系 ，OK， 你们很棒。对不起，团队。没有什么错。你已经改变很多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来到了不得不进行的淘汰环节。第一位，电门。第二位，搜索。每走一个人，我心里都不好受。你能看到他们的努力，你也看到他们的变化，但最终还是被淘汰。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说，就是接下来的阿伟哥，你，我相信你们。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。对不起韩队和谢谢韩队，就这两个。谢谢电门、索索，把他们的汗水留在这个舞台上，给我们谱写了不一样的《这就是街舞》。还是那句话，队里剩一个人，我们也要拿冠军。在海选的时候，我也跟所有海选的人说，你能选到我，那我就是对你们是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我要保你们拿到冠军。虽然说我们团队里面只剩下2个人，但我这个信念还是在，有一个人我也对这个一个人要负责任。易烊千玺队长，你的易燃装置战队所剩6人，全员晋级。轻松，在我预料当中，我队员也这么说的，他们也有信心能6个多进。